好，欢迎收看这期的 JJ 休斯顿房评。是一套在 Richmond 这个社区的莱纳地产的一个房子，这个房子叫 NextGen 就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风格，因为它一下子有两个门，然后这个门呢是通往房子里边的 apartment 的，这个门是通往主房子的，所以这两个门都可以通往房子，它完全是房子里面套了一个 apartment， 有人叫房中房，就是这样子的。一打开门进来就是这种感觉，一打开门像是一个长走廊的感觉啊，这个就想象一下，这是个墙哈，因为这个是车库。右手边就是这个 apartment NextGen 最亮点的一个位置，它完全就是一个一室一厅的房子。这个门就是刚才外面的那个门，可以直接通进来的，就是这样子的，一室一厅的房子。但是想说明的一点就是，这房子你看这厨房特别完整，但是没有那个炉灶的，因为这边不能盖炉灶，是不能加装的。那加装完了之后，它就变成 multifamily 的性质了，所以这个 permit 上面不同意，所以盖不了，也加不了。然后再往这边走呢，是一个洗手间。打开灯，这个洗手间就是这个 apartment 里面的一个套间，非常完整。然后再往里走就是主卧，这个apartment 里面的卧室，这个卧室的窗户也开得挺大的，然后整体的感觉是蛮舒适的。如果您是家里跟老人一起住啊，或者是跟这个其他的一些亲人啊一起，这样倒是真的很方便，因为完全是互不打扰的一个户型。现在这个 NextGen 已经越建越贵了，在很多很多的这个社区 NextGen 的房子都是40万以上的，非常正常。那这个社区目前还是比较好的一个阶段。然后我们看到的现在这个房间就是一个书房，他在帮我打印他的材料。然后再往里走，这边呢只有两个卧室，一个卧室，不是两个，这是主房间的我们看到的一个客卧，然后这是客卧的洗手间，主房间的。然后我们再往里走就是高挑厅哦，看这个高挑厅也还是很舒服的，对不对？就是一个高挑厅的房子，里面还有一个套间。这房子总面积不是很大，但是你看高挑厅也有，套间也有，什么都有。那在莱纳尔当中呢，这个建商是 standard 的东西包含很多的，我们现在看到的所有的装修材料啊什么的都是 standard， 也就是说你不用再额外多加钱的。但是呢，这个地板是一个额外升级的 upgrade 的地板。这边是一个早餐厅，好，这边就是他的这个卧室，主客厅啊。这个壁炉是一个要多再加钱升级的。然后呢，往里走，这边就是主卧了，这是主人房的主卧，这个床也是一个 king 的床，这样子的。然后再往里走，这边呢就是主卧的洗手间，跟我们看到的很多房子洗手间都是差不多的。这是马桶间，然后往里就是衣帽间，这衣帽间不是很大哈，因为它确实有限的面积当中做了非常多东西了，所以有些地方其实真的会有一点的取舍了。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一楼的感觉。因为我每天看的房子啊，拍的房子特别多，所以有的房子的具体的价位和面积我说不太精准，然后大家看字幕，我们标识的字幕上写的是最精准的。这样进了二楼之后，二楼这是一个小小的 game room， 而且没有窗户。然后呢，这边有一个套间，也就是说楼上又是一个非常独立的空间给到一个家人。
比如说给孩子，楼上就是他的小天地啦，父母很少上来打扰，就这样子的。所以这个房子一共是有4个卧室，一个是一个 next gen 的套间，另外3个都是带洗手间的，非常好的独立空间的这种房子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就看一下这个社区的位置。那您可以在这个社区买一套这样的户型，也有其他的户型供您选择。我们先看一下位置吧。休斯顿整体来看的话是在休斯顿的西南方向，是在这样的一个位置。那它正好是在休斯顿的西南边呢，它离唐城非常近的，大家都知道唐城这块就是中国人特别多的区域，它就在 Richmond， 不是唐城区域，但是确实特别近。这个地方离中国城的距离也是非常方便的，20多分钟就到中国城，21分钟就到中国城。然后如果说看一下它去 Uptown， 离去 Uptown 也就半个小时这样的一个距离。这个地方的这个社区是新社区，那学区也都是新的，目前没有评分呢，它的这个社区的学区可能不会比唐城好。但是整个社区的地理位置还是很不错的，所以户型上也很不错，所以这是这个社区的一大卖点。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，就是这个社区是离高速公路特别近的。为什么它到中国城到哪儿都特方便？就是因为它离高速特别近。我们看的社区就在这里，然后这一条就是69号高速，基本上就是沿着高速盖的一个社区。像这种社区一般以后的发展前景都会特别的好。我们现在大地图上可以看得到，这个社区也是很多湖啊水的，因为还没有完全建好，所以有些东西是没有完善的。但是呢，这个社区旁边就是各种各样的购物中心或者是超市。那我们看的社区在这儿，像购物中心和超市的话就是在这边，这一块就是一个超市的，还有 Best Buy 什么都在这个部分。然后比如沃尔玛，这边离沃尔玛也很近，这是社区，然后这是一个特大的沃尔玛，然后这边是一个 Plaza， 什么星巴克什么都在这个附近，所以这个地方的位置是挺方便的。如果您对休斯顿地产感兴趣，欢迎加我微信关注我们，微博联系我们。我是 GG， 我们下期再见啦，拜拜。